你看，看，这样可爱，好可爱呀，这个，哇，好可爱呀，嗯，这好可爱，很可爱，太可爱了，很可爱，这很可爱啊，喵喵。大家好，我是露丝，今天我来一个可爱笑。从韩国背回来的一些小玩意儿，其实是一个金币的包叉，木质的。我买了一个小包包，这个包包呢，你看着它好像哎很小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可以非常大，非常大，它的花色还很显白。我就是这样在给他们展示的时候，他们硬要说我这是内裤。所以它真的是个包包，你放在行李箱也不会占地方，或者你把它包包放在包包里也不会占地方。给你们做个示范啊，比如去便利店买了很多小东西，看，一下变成这么大的包。刚刚我装了好几瓶水、杯子什么，全都装得下。配图，这个杯子是送给我的宣传同事啦，它很适合这个杯子。我的好的眼镜刚刚拆开的，因为夏天要到了嘛，开始又适合这些平光镜啊。因为我这一副配的眼镜比较适合在家，但这种黑框的显得人很好看。有喜欢跟我一样买本子的吗？你看这个格纹非常好看，这个是紫色的，上面有粉色条纹。乌龟的笔，尖叫鸡的圆珠笔，铅笔，但它可以换头，就这个我觉得蛮神奇的。Hello Kitty 的，哎，还有两支很适合画剧本的笔，颜色是非常非常亮，感觉可以用很久。哦，这里压烂掉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自己用无所谓啦。这个是买了很多回来跟西西分，他第一个先选中这个，它可以直接挂在包包上，装耳机呀、充电器呀。谢谢。这个的重点就是什么？它的耳朵是可以自己调节的，可以这样子。这是个好容易脏哎。这个东西呢就很可爱啦，它是可以自己捉着的小猪，因为它这下面有一个小沙袋，你可以把它放在无数个地方。这个呢是可以挂在门上的一些小马，这个也很可爱啊。我买了一个小笔袋，它抱着多椅，小贺卡，其实是很适合去文具店带一些回来的。小本子，努比的筷子和勺，白色的，这样子的。看，又是一个坐着的小狗，坐着的小猪。我在韩国买了熊猫，这种可以坐着的，真的我就觉得好好。Give him my life。 这个是一个鼠标垫，但是我没有电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个。Happy birthday！ 当当当当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餐盘，这可爱吧？它可以一个一个取出来，小菜、蘸碟，八个菜。当当当当，这是可以挂起来的小猫咪，可以挂耳机啊什么的。这是一只 Michu， 这个是我买来做手机壳的，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手机壳。我本来想在韩国自己做的。但是奈何没有时间，这个我就是非常喜欢了，小夜灯。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把这个抽出来就开了。根本就知道了。哎，哎，假装哎，一直变。所以他不是他，他是他。看，他是自拍的。啊，就是我在韩国买的很好看的一个小布包。我买了好多这样的小袋儿，这是可以拿来装饰品的，就你有一个小挂钩嘛，你可以挂在里面。好多钱，好多钱，非常好，谢谢。自己都忘了是什么、哎、这个好像是被蚊子叮了，它就会叫便利贴，一个猫咪的便利贴，然后一个狗狗、嗯、看生日贺卡，仓鼠就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加文件，买了贴纸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集。嗯，好可爱呀、啊、这个。哎呀，贴本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纹身贴，买了一个 Michu， 没有看到肉肉啊，还有我喜欢的紫色的蝴蝶，这个我想放在房车上，比如哪天遇到什么小朋友可以送给他，因为这个上面写的是第一名，最棒。
这个是给西西带的，我是一个黑色的，用来装耳机，然后挂在包包上的。我给玲玲买了一个表带，哇，是一个小狮子。这个给你，都买空了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是我给我爸买的，我觉得这样的短裤他应该会很喜欢。我很少能买到我腰这么大的正正好好合适的短裤，所以我完全没有犹豫就赶紧买，刚刚好。你刚买？不是，买了点这个面膜，不是买了点儿，感觉是批发回来的。敷完之后，然后一整个全部吸收在脸上，然后脸就开始发光的那个，亲测确实发光，所以一下子买了这么多，没有广告了。看完了，这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选一些送给粉丝？你们认真听讲了，这条视频下面选取五位幸运宝宝，我们来发配这一次从韩国带回来的礼物吧。那我现在选几个礼物，先选一个兔兔的耳机包，好吧，鼠标垫肯定有宝贝会要，可以可以。还有一个这个，再送一个坐着的小兔子，贺卡再送一个了。那我刚好在这写上吧，生日快乐，纪念节也好，17号，那就送一个6月17号过生日的宝贝，好不好？全家福纹身贴，好不好？再送一样，我分享的这个面膜，还可以再送一个粉，往这边走。这个可以换笔头的铅笔，